世界杯最美女主播上空照曝光。Only you can to make all this world seem right. Quelques bastions de grévistes résistent encore à Nantes. 法国地区新闻频道 LCI 的女主播梅丽莎·德希尔被网友封为全球最美女主播。她不但获得美国男性杂志票选为全球最性感主播，本届世界杯她参与播报，又被球迷拱上世界杯最美女主播宝座。梅丽莎2003年加入 LCI 电视台，该台收视率提升30%。她今年31岁，有个不到2岁的儿子，已婚身份完全不影响她受欢迎的程度。YouTube 上只要出现她的身影，点阅率就爆亮。不过人红是非多，有网友故意恶搞她的照片，过去的露点照也开始在网络流传，而且还被八卦媒体盯上，她和老公在泳池边恩恩爱爱的照片也被媒体拿来大做文章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